2023与佛大典，祈愿佛陀慈悲，护佑众生，光照大千，祈愿正信佛法，引领世人，福慧广延。每一年的这一天，佛诞日啊，普天同庆。昨天看到了那样的盛况啊，好感恩，真感动啊！今年呐、啊，有近400位的法师，啊，庄严呐、啊，好庄严呐、啊，很令人赞叹呐、啊！佛教的团体的那一份真诚的心，深切啦，就是比丘尼法师那样庄严相啊，这样整齐的团队啦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很感恩呐、啊。那开始呢，一我之前一张张的海报啊，这样的安排在中正纪念堂，好感恩呐、啊！法师们呐、啊，总是呢在海报的前面一一向着会众，向着要来一伙的群众，法师们他们在那里接受这种佛恩呐、啊，从何时2000多年前，真的是感恩我们在台湾这样的道场，这样的庄严，我真的都是因为佛教界的长老大家的发心，那样的感应啊，所以总是感应到这样的庄严，这都是呢很感动佛教界的诸三长老啦，这样的虔诚动眼，他们呢，即来到了，在天亮亮的啦，将近400位的法师们进场的时候那样的整齐啦，总是这样的庄严的进来，好摄受人心啊！而且呢，开始有我们高层的所长都有来啦，那样用虔诚的心啊，庄严的一伙，把它沾花香啊。人人虔诚的呢，在道场安尼呢跪啦，可知道要成就昨天那样庄严的大道场，在台北，在中正纪念堂，慈济人几天的忙碌啊，慈诚对的很幸福。他从中正堂的那一大片的场地，热烫的这地啦，那慈诚队呢，还要趴在这
地上的，还要呢一个个的标示，那从团队的标示是东西南北啦，那配合呢一个动作要彩排要整齐啦，一个动作该站的位置，他们呢要先在地上贴地标，要很亲近大地。哦、真的是哦，看到安尼大太阳，似乎是种唔甘的，看到社会过阶级的菩萨，皆有情啊，大家的名称都叫做菩萨。皆有情，为了人间，为了社会，为了感佛恩呐、啊，要一个很干净，而且很整齐的画面。他愿意呢，放下这样的身段啊！你叫我如何不感动、不感恩？如何说感动？怎么样来表达感恩？很难表达，一切啦，都在这样的画面里，真的表达。大家应该看到，相信呢，不是我一个人说感动啊，相信普天之下的佛教徒，或者是普天之下能看到的人，不只是佛教徒，应该呢都是感动，那种的感动的祝福啦。那了解，这就是要报佛恩。大家呢虽然没有来参与，他们也会打从内心的感恩呐、啊，感恩佛陀，一念醒呐、啊。觉悟啦，感恩佛陀的话传在人间，感恩现在人间的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佛教徒，也感恩呢这个时代有慈济人这样的带动人间，走入人间为苦难人付出，这不但这里行，那大家动员起来，有那样美的境界，这不都是平常用真诚的心行菩萨道在人间吗？当要大家来表达感佛恩、感菩萨恩呐、啊，还看到了天空。这种的祥云呐、啊，莲花这样，刚好不偏不倚，在中正纪念堂的中间，看多么吉祥啊！看得我好感恩呐、啊，天龙护法啊！十方菩萨呀，都降临在道场，仿佛像灵山会。灵山会，《法华经》的灵山会啊，不就是呢？十方诸佛迎来起呀，不就是呢？就我们开始在赞颂的。炉香赞吗？诸佛现转心呐、啊，不就是那样的境界吗？看如何不感动，如何不感恩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，难以言喻哦，真的是要说的。感恩很多，很期待，
这种的感恩心，这样的祥和的画面，哦，一次都是呢，心心念念，期待这样的祥和画面永恒呐、啊，都在人间，何尝的虔诚的祝福，期待天天都能集中虔诚的感恩，也期待呢，那各个道场呐、啊、的法师们的弘扬佛法，法庇人间呐、啊，可以呢让佛法永恒永恒，日日时时都有这样的水气啦。那阿弥呢祥和了。